人也更七人，黑安先捉人元虎，碰玉仰天，五何尊超，五何开发，威发威人，你马总统，黑全人讲，结果天天弄一天，不能尊超。也更加的勇气，满腔病水在汤哟。你看这个模仿我病了，你要压个天空让他走。来位，是啊，是翻译一下，然后帮他跟他讲。你，强压，你当然容易一到。满腔病水了，动摇不均是好常态。军服当干要一到啊。你们坐下来。没人吃错好了，我个可怜，也就不在那里了。你要找中华民国的宪法不？中华民国的宪法，中华民国的宪法第十五条，保障人民生命财产权。这座田由照那个法律来做么？你讲一讲吧，你什么法律来？伤害我们的农民啊！希望主席你考虑一下，敢参加的汉族的人政府，经过你海老来去做，来欺负俺农民不下，你要不俺农民没饭吃，哎呀！你们坐下。你看。